ACT 你好，我是 Ivan Chong， 我是一名生命教练、催眠师和 NLP 导师。NLP 华语叫做神经语言程式学，它是来自美国已经有40多年的一个心理技巧。这个课程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沟通技巧，还有对情绪的管理方面的提升。最喜欢的 part 是 NLP， 说出那个 Ivan 教练所说的那些 point， 他其实基本上有说了8个主要重点的 point，which is 有一个是说The result is better than the theory， 就是那个效果比道理还要重要。教训练的，然后我的工作就是上课啦、代课啦，然后做心理咨商。我一直觉得，在团队当中，要一个团队要运作得很好，团队成员彼此的沟通是很重要的。一个良好的沟通才能够真的把团队凝聚得很好。有时候不是我跟你的关系不好，是我没有办法去表达我心里面的所思所想。是 team building。这两天的课程的话，比较有印象，也比较喜欢的，就是set 自己的 target。这次我学到的就是找你自己，我很谢谢所有的伙伴，还有曾经跟我交易过的一些伙伴，我有把可以说不好的，对不起，原谅我。我用四个字表达这两天的事情，一个就是成长，还有一个就是快。ACT。ACT。ACT。